人气话题来看到，有喜剧之王之称的港星周星驰、参与跟执导的港片相当多，每一部都叫好叫座。而向来私生活低调的周星驰，去年才开通社群媒体，不到一年，粉丝人数已经突破了百万。为了感谢粉丝，他也开放让粉丝提问。那么有人就问他喜欢蔡依林还是林志玲，也有人问他最喜欢 BLACKPINK 的哪一位成员。来看看星爷怎么回答。你干什么？ 我在这研究赤乳猪，你连这也要偷听啊？出来！来呀！熟悉的台词，百看不厌的剧情，香港喜剧天王周星驰的经典电影无人不知晓。不过星爷的私生活向来神秘，去年10月难得开通社群媒体，和大家互动，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，粉丝人数破百万。喜出望外的星爷开放粉丝来提问。 有粉丝好奇星爷喜欢活力性感的蔡依林，还是知性甜美的林志玲？星爷回答：为何不能两个都喜欢？不过另一题，星爷倒是心有所属。被问到喜欢南韩女团 BLACKPINK 的哪一位成员，星爷诚实回答。 答案揭晓，吸引周星驰的就是泰国籍的 Lisa， 还有网友询问最想对一起演出无数作品的达叔吴孟达说什么？我还没死，他还没退休。 一定有机会。对于前年因为肝癌离世的吴孟达，星爷感慨回应，表示很后悔未曾向吴孟达亲口表达"我爱你"。这段话也让粉丝们陷入满满回忆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